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大盘的一个表现。我们来请一下永年哥哦。今天大盘呢，我们看到今天本来想说可不可以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结果呢，今天没有想到来是涨这样哦。那大盘跌32点，收在8535，大家觉得哎、好像也还好，但今天 OTC 跌翻了，今天 OTC 跌幅大概有1.6%，对，这个是大概0.3%的一个跌幅 ，OTC 跌1.6%，对，哇哦，所以。大家应该今天都有痛感，就是OK。好，我们来看今天外资买超36.8亿哦。那么在期货的部分又加了1500多口，那么现在未平仓已经来到51000多口哦。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4-5万口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因为照跌不麻痹了，对不 对, 对？而且你说外资未平仓多单这么多，大家扪心自问，股票有没有跌吗？是不是就这样这种感觉吗？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接下来怎么看。我们今天就请这个波浪大师。我不是波浪大师，波浪大师不姓李。教，对，我是想说 ，OK， 好了，开玩笑。Okay, 好，我们来教教大家什么叫波浪理论。波浪理论是一个数学家发明的序列，叫费波南西系数。那这是一个数学家，那他就发现了有这样的关联性。那这样的一个数列呢，用在这个股市上，为什么会有理论嘛？理论代表它验证非常多年，是的，非常多的市场，非常多次。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哦，这个可以验证过去，预测未来。对，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叫波浪理论？这个大家反正这个盘不太好，那礼拜五、又快要放假了，我们来学一点东西好不好？大家学一点东西，放自己口袋，以后拿出来用。好，我们来看当武器，以后我们大家变大老师。费波南西系数，那系数是这样。1、1、2、3、5、8，那这是怎么样？1+1=2，对对吧？前两个加起来是下一个，对啊，1+2=3，这样。然后3+5=8，对吧？然后5+8=13，就这样加。就是这样，这个序列是这样子哈。Okay, 所以呢，大家常常听到什么13的转折啊，21的转折，34转折，对，是这个序列当中，对对不对？好，最大数是144。哦，没有再往下了，没有了，数列就到144。OK， 好，那这怎么看呢？这个费波南西系数到底波浪理论的基本概念 ？OK， 好，其实费波南西系数跟波浪理论它是两个事情，它两件事情。费波南西系数呢，它是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外国的和尚，就是修道士，他发明的哦，因为他们那个是不能讲话的一个修道院，保持缄默的修道院。对。那么呢，他没事做就养兔子，然后就发现了这种费波南西系数啊，养兔子。哎，对。他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啊，加起来就是两只兔子啊，然后生一只兔子就变成三只兔子了、啊，就是这样子排出来的。真的、啊？哎，对 ，OK， 不是开玩笑，我讲真的。我讲兔子人发明的系数。对对对，我讲真的。OK， 好。OK， 好。然后呢，这个波浪理论是埃略特，美国人埃略特发明的哈、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要10个投资人去学技术分析的，有9个会被这个波浪理论迷倒。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对。可是呢，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埃略特是穷死的。哦，刚有连哥， okay. 我一直拜托他教大家波浪理论，他一直说那个发明的人是穷死的。哎，对，他是穷死的啊、他说他不是这赚钱赚死啊，他是穷死的。OK， 所以呢，对于波浪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他，对，可是不要完全的相信他。我觉得很多东西你都是要搭配的看。对，你可能 maybe 就是我们把这个放心上，也可以这样用，但你可能搭配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来解释对接下来的故事。OK， 好，来我们来学。那波浪理论是这样子哈。它这个1、2、3、4、5，这5波叫做攻击波。攻击波，攻击就往上攻击、然后呢，你攻击的总是累了嘛，对不对？爬山爬一般会累嘛，叫开始呢，得退路不是得退路了，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对对，这个叫调整波。调整波，那调整波呢？因为它是用 A、B、C 用这个英文的字母来代替的，对，所以它也叫做文字波。文字波，攻击波叫数字波，1、2、3、4、5。那这个合起来呢，就8波，对，对不对？8波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多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所以就是1、2、3、4、5，然后 A、B、C 这样子，就是加起来是攻击波加调整波8个，然后加起来变一个循环波这样。这个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循环波，那全部加起来呢，一共有144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波浪。
哦 ，OK， 有小坡当中有大坡这样子，我们现在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对，稍微大家有个概念，然后我们待会实际带大家来看看美股跟台股。对，但是我要特别问这条线，因为这条线画在21这个数字。对，所以永年哥代表21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吗？对，21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不管在斐波那契系数里面，或者在波浪理论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21呢？因为呢，这个第一二三四五哈。它里面还包括了一个小的攻击波，它也是五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调整波，它也是三波，对，所以你看这边加起来就是八波，对，这里加起来又是八波，对，对不对？那这里呢是五波，对，所以像是八加八五等于21，所以一个完整的攻击波是21小波，大波浪当中的小波浪，对，它是小波浪啊，21波，所以21大家记住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不对？好，那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波浪是这样之后，我们来先看美股，因为美股最近强翻天，对，他说用波浪，他不是应该要下来了吗？该下来了，结果三四年前就该下来了，还三四年前就该下来，那继续往上那个波浪是。发生什么事 ？OK， 好，我讲真的哈，这个呢是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道琼指数的最低点在6470点。嗯、那么呢，这个是周线哈。嗯。我们从这边开始讲，这个是一个攻击波，对不对？第一波。对。第二波。嗯。第三波。第四波。好，第五波。嗯。走完了，对不对？对。就应该要下来了嘛，应该要走 A、B、C 了。对不对？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理论是不是这样子？对，结果他没有啊、哦，他继续往上走，所以呢，在当时呢，有很多人跑去放空这个S&P 500道琼，学了波浪的，就想说我到这里要放空，他五波已经走完了，哦、那么呢，再接下来这个在波浪理论叫做第五波的延长波，对，它延长波可以延长多少呢？对，没有定论，没有定论，所以就是一直延长到现在、哦。结果这一次呢，它是一直延长，一直延长。所以整个学波浪理论，看用波浪理论在判断美国股市的走势的人，全部通通昏掉了，对，被那个晕船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一直乱印钞票，所以它整个被影响了？对，其实这个波浪都晕船了。对，没有错，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们这样讲，美国人发明的波浪理论呢，在这一波失效了。可是呢，有一个。这个民族的人，有一个国家的人发明的波浪理论，在这一波完全适用。真的？谁？对，台湾人。台湾人也有发明波浪？有，好、哦，没有听过哈、哦？是永年哥发明的？不是，我没那么厉害。哦，真的，台湾有一个能人发明的波浪、哎。对，以后呢，我再跟各位，有空再跟各位讲哈、哦。OK， 以后我再跟各位讲。日本人也有日本的波浪理论。哦，台湾也有台湾波浪，那台湾波浪怎么画？其实最好用的是台湾的波浪理论。嗯，哦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个原始的台湾的波浪理论是九波，它叫做九天九地，哦，为什么是九波？因为呢，中国的数字里面九是最大的，哦，你要说九五之尊，有皇帝就是九五 ，OK， 所以九波。可是呢，有一位台湾人很厉害，他把它延长到13波，一个波浪。如果走了13波的话，表示怎么样？表示呢，这边就是它一个长期的最高点。哦，长期最高点，它就走完了。所以台湾人发明的波浪是可以到13，可以到13波的。对，哦，那这个因为使用起来很麻烦哈，我们以后再讲。但是反正是还是美股可以用波浪，只要用台湾人的波浪，没有错。好，那我们赶快来看台股啊，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台股到底接下来要怎么走，对不 对？来，我们看看波浪理论，这是台股的周 线。来，我们看一下周线。之前我记得我就问过陈永年哥说，用周线来算的话，用之前的7203往后算的话，这一周是关键周，但是34周，因为是第34周，对。但永年哥说不能这样看。OK， 好，我为什么说不能这样看哈？其实不是。说算的不对，而是说你要验证，你在算波浪的时候，你要算这个斐波那契系数时间转折点，你要验证。嗯，你看哈、哦，你从这边开始算第一周的话，到第五周，哎，它确实是个低点，没有错，对不对？所以它是对的。接下来第八周，照理说它应该是个高点，对，可是它不是，后面还有更高点，嗯，对不对？然后到第13周，它又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嗯，那到第21周啊，才终于见到底。所以你用这边开始做起算点，我先跟大家讲哈，波浪理论的起算点，一般人都是用最高点、最低点来算，对啊，对不对？来起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不一定是对的哈。哦。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刚才讲的就可以印证了，你从最低点7203算，可能不太对。哦，那要怎么算？好，那我们如果从最高点开始算的话，10014点开始算的话，你看一下啊，第五周是不是在一个小波段的高点？对。第八周是不是小波段的低点？嗯。第13周又是个起跌点，对不对？到第17周半。17.5周见到最低点，对，为什么17.5周呢？嗯，因为13加21，嗯，这个是斐波那契系数嘛，对，除以二，嗯，等于17.5，可以除以二哦，可以啊，没有人规定不可以啊，哦，对不对？那个斐波那契也没有说不可以啊，所以除以二就是对，来到低点，对，所以它来到，所以它是符合这个系数的，嗯 ，OK， 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算哈，我们把时间简略哈，嗯，算到。这一个礼拜呢是第51周，嗯，第51周，那第51周呢？那下一个时间转折是第几周？55，嗯，对不对？34过来是55，嗯，第55周是什么时候？520那个礼拜，所以520才是关键。对，那个礼拜才是关键。以周线来看的话，那个礼拜是个关键。嗯，所以我希望啊，接下来的四个礼拜是震荡下跌。啊，不要啦，真的哦，震荡下跌。然后时间转折点如果是在一个低点转折的话，它是不是就开始转折往上了？对。现在大家最怕什么？怕每隔8年的520魔咒再度重演，对不对？嗯，现在有谁不怕520的？所以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如果说永年跟你讲的，520那一周才是一个关键转折周，所以在它之前跌是好的。对啊，到时候就是转折向下。对，没有错。如果接下来几个礼拜就是往上涨，到时候一转折就是向下，比较麻烦。所以是这样看，对不对？比较麻烦。所以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如果再让它跌的话，反倒对接下来是有利多头。对，没有错。是这样，没有错。这个关键是这样看。OK， 这个是看周线。对。那如果看更长一点，我们从月线。对，我们从月线来看。嗯。因为呢，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不敢讲我是波浪大师哈？因为呢，有一位波浪大师他是这样子算。他从这个金融海啸之后的最低点3955点那一个月开始起算，开始起算呢，算到今年的3月，他说是第89个月，所以是时间转折点，所以呢4月份月线会收黑，到目前为止他都是对的。对，可是呢问题出来了，嗯，下一个时间转折点是什么时候？144个月，那个是多久以后？5年吗？5年后啊，哦，5年是60个月，那这5年中间呢？对，所以就不知道了。OK， 好，所以呢，那我们再验证一下看，看他这个算法对不对？哦，对不对？因为我们要验证，我们不能说哦，这个书本上教我们的，那他都是对的。嗯，如果书本上教的都是对的话，每个人都发财了。OK， 好，还有人跟我们要快一点，我们要快一点。OK， 第一周好，哦，开始起算，第5周在这里，第8周在这边，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他都没有在。这个相对的高低点，相对的高低点上面。 好，所以呢，我们用什么方式？用倒数的方式。好，我们用倒数，我还第一次听到可以倒数，有一个说可以啊，还是刚才那个图，刚刚那个图。OK， 对，好，倒数的，我们从这个月开始起算，第8个月在低点，第12个月，因为13个月它可以提前一个月，12个月是在高点，21个月在高点，34个月在低点，55个月在低点，所以这样子算是不是都对？对，这就表示你用正的算是错的。那为什么错？因为呢，抓到的这个起算点是错的。哦，那什么样是正确的起算点呢？我们用下一张图来给大家看。好，正确从哪里算 ？OK， 好，我们从这里哈，因为从这边开始算啊，要算太久了。这个是半途里面杀出来的哈。我们从这一个月开始起算，当做第一个月，第34个月刚好是在10014点，对，这个高点。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月呢。当作第一个月再开始起算，就从最高点这个月开始起算，算到呢这个月刚好是第13个月。对，所以到底是13个月。然后呢，我们算17.5个月是什么时候？8月，8月或9月的中旬。也就是讲说，这里呢，如果说我们这样子讲，因为第13个月是如果是收黑的话，那第14个月有机会收红，对不对？那如果说5月是收红的话，它有机会呢一路走上去，走到9月中。所以就是看5月，一样就是520嘛，就是看5月，就看520嘛，重点就是5月份。那如果说呢，到时候还是收黑继续跌的话，那可能就要。永年哥，你给我结论好了，5月到底要收黑还收红比较好？我希望它留下影线收红。
留下影线收红，这样就是接下来会往上走。对，留下影线收红或收黑其实都可以。嗯，那六月份往上一拉就上去了，最少涨三个月。哦，那如果五月份是一个收黑呢？如果收长黑的话，收在最低点的话，那可能就比较辛苦。那就一路跌到可能要跌到八月。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有可能是往上。应该是往上，因为大家都怕520。对，所以我觉得520是个好的转折点。应该会往上走，真的就是跟大家反其道而行，你就赢了。好，没错，非常谢谢永年哥今天来教大家什么是波浪理论，然后验证在台股。哎，这个大家应该听得很明白了哈，我们就是看五月份。好，那么赶快来有请维泰哥，赶快来帮我们看一看啊，这个观众朋友问很多问题哦。来，6274的台药，台药接下来怎么看？台药最近外资一直在买，一直在买，好，看到外资这边持续在做一个买超动作。对 ，OK， 那股价也是一口气突破什么？外资的成本线，嗯，还记得我们常来跟大家叮咛过什么事情？就是只要外资一直在买，然后呢，它的股价能够突破外资成本线的话，那基本上都会有另外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嗯，因为外资也有习惯去做一个追加动作，对。那么在之前，千张大户持股的比例是一直往下降，但是在上一个礼拜开始有出现回头买进的动作，就像这种个股，认为说。短线上拉回不用担心，应该它还有再往上走高的机会。哦，好，所以这位朋友你就不用卖咯。好，来我们看看，我在问的是6266怎么操作。好，这档个股其实我想它的成交量啊相对少一点点。对。但是外资其实也在慢慢的在做加码当中。那到目前为止它的股价都还是守在外资成本线之上。嗯。只不过它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啊，这个乖离过大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要小心外资有没有在逢高去进行外资成本很低呢，所以他赚很多钱他会卖的哦，是不是？有时候如果国际股市不好，他就会卖，他就有可能会卖，所以要小心这个变数。嗯，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到问的是联军，联军怎么看？好，联军其实这个是属于外资跟投信都爱买的股票，嗯，但是呢，他们也习惯做来回的操作，所以通常他股价拉高到相对高点之后，他们就会采取。相对什么获利了结的一个卖超的动作，对对，像之前卖下来之后，他又开始回头买起来。对，哦，所以其实像联军这样个股，其实是法人的一个口袋名单，就是他低了就买，对，高了就卖，就卖，对，他就这样子在这边提款。对，所以你也可以学习外资或者是投信，他这样子来做个来回操作。那这位朋友问说，那他现在可以买吗？他现在可以买，我个人认为说可以再等等啦，再等等，因为其实外资成本线在这边嘛，对，对吧？正常来讲，他只要看他是不是突破外资成本线之后，就有另外一波的上涨，对，所以也就是外资成本线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支撑，所以如果说你要做承接，可以试试看，等它跌破嘛，等到跌到外资成本线附近或者跌破再做承接。好，那成本线只有你有啊，我要帮大家看在哪里啊？大概140块左右，好不好？140块。其实你可以去网站。下载筹码 K 线试用版都可以看到外资成本线，是这个哦，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话，就是维泰上班的地方 C Money 哦，他们有这个哎简单的软体可以大家使用看看哈。好，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长元科，最近很夯啊哈，电池材料的公司，对，今天涨停板，对，它今天涨停板，可是外资并不涨，今天盘那么烂，它涨停板，今天三只都涨啊，对，说的也是，好厉害。F 利凯、长源跟这个还是电动车概念，对对对，还有美西玛哈，对。但是其实它在去年，我每次讲美西玛就好饿哦，就好想想要沙琪玛，对不对？哎，现在好难买沙琪玛，到底去哪里买沙琪玛？迪化街应该有了，下次我帮你买。好了，来，你这样讲，很多这个观众都会寄箱过来给你，对，没有，就吃不完的沙琪玛，你们赶快去买，帮我吃。好，来，长源科，那就。去年它的 EPS 其实是负的，跟利凯一样是负的，所以其实往上拉高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法人去做逢高调节动作。所以像这种个股，就觉得说，搭着这一波的题材，你加成这个投资利凯的题材，或许可以追一波。但如果说你是要去这种过度追高的话，我就比较不建议，不要追高了，对不对？涨停板就不要再跟人家抢。好喽，非常谢谢维泰啊，这维泰帮大家回答了您的持股问题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下一段回来我们要继续有请永年哥帮大家回答一下这个大家问的这些个股的问题，马上回来。Baby， 有点暗哎。我看看。哇，好闪。你最近比较有在保养哦？有吗？果菜给你美丽好气色，果菜力量，咦，想不到波蜜果菜汁。宝贝，关灯。关了。
丰盈投顾和金城董事长巡回讲座，迎第二季新主流，4月23号高雄、台中，4月24号台北，报名专线02-8502-6666，02-8502-6666。跟着妈祖走，用文字说故事，搜集随乡行脚，记录美丽风景。以散文写下你的体悟及感动，即可参加比赛。2016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365天，6天小妈祖。妈，你辛苦了，让我买张好床孝顺你。请您躺躺看，我们最新的电动调整床，这高度最舒服，这是恒温材质，给您最好的睡眠温度，还会震动按摩哦。想不到床也可以这么享受，妈，让我和这张床一起孝顺你。那你要买一张，好好照顾你自己。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只要月付3700。Bosch 巴系列厨房家电，烘焙感应，侦测食材含氧量，自动调整烘烤条件，食物探针。确保全鸡烤得恰到好处，蒸煮功能让营养加分，健康再升级，就让聪明烤箱给你美味与优雅时光。餐后 Bosch 洗碗机，让您把时间留给最爱的家人。选择信用卡、信用贷款，春娇懂得用 money101.com.tw 帮他做比较，只是当年选老公就免费比较信用卡，立即上 money101.com.tw 多比较错不了。利用指标掌握每个大行情，4月23号台北，4月24号台中、高雄，汪海华操盘一哥家族与您有约，02-2506-6808，02-2506-6808。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纽力活葡萄糖胺液，是慰劳妈妈辛劳最好的礼物。母亲节温馨特价999。买中古车就像上战场，看不到的地方顺心帮你上场。看 OK 上路才 OK， 上网选车一样 OK， 还能线上看查验保证书。买车顺心看 OK， 买查验 OK 车送6瓶机油。我们要这个请永年哥帮我们回答一下观众朋友问这个9910的丰泰怎么操作。 OK， 那好，丰泰来讲我们看周线图会比较清楚哈。那周线图上面来看呢，它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呢做出来一个大头哈，那看起来对它的走势是相当不利的。不过呢，它到目前为止已经跌到颈线区的位置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在短线上呢应该是有反弹的机会，那可以呢注意一下它反弹的时机啊。好，6525怎么看，可不可以加码？6525的这个 F 杰敏哈，那我比较不会建议去加码，为什么呢？哈，因为呢，它挂牌是48块，那48块挂牌9天之内呢，就已经涨到71.5块了，已经涨幅已经高达49%了。那所以呢，在短线上来讲哈，可能会稍微的震荡整理一下，那等它拉回来，如果66块不破的话，再考虑加码。好，那8163的达方，它买在21.9块。哇，我买的有点高，哎，这有一点伤脑筋哈。为什么说21.9块有点伤脑筋呢？因为呢，大家看一下哈，它的大量哈，3月9号的大量就是出在21.9块，那21.9块出来了，21.9块到22块。.55的那一天，就是它的最大量的那一天。对，那它现在呢是已经下来整理到了20.15块了，也就是说21.9块上面刚刚好就是套牢压力区。那怎么办？所以如果短期内有反弹，回到21.7块、21.9块之间的话，我会比较建议稍微调节一下，就出掉哈。对，来 F 茂联怎么看 ？Tesla 概念。好 ，F 茂联呢，理论上来讲，它是一档不错的股票，可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哈，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它盘中的时候从210.5块最低点210.5块涨到最高点227块。
当天的成交量呢，就是呢10600张，就是它的有史以来的最大量。所以现在你看到没有，它连续收了五天的黑 K， 嗯，连续收五天黑 K 呢，表示呢它210.5块以上呢已经是天量套牢区了。所以这怎么办？所以这档股票如果短期之内，我们这样讲，两个礼拜之内，它如果能够站上227块的话，那么呢，它还有波段高点可期。两个礼拜内。可是两个礼拜之内，如果没有办法站回去的话，那么呢？最好还是做减码，暂时先退出，给大家一个时间点嘛，哈。好，那么在待会呢，这个八八健康有方，我们的雅芳姐要告诉大家，你怎么样看看简单你的指甲？他们说指甲是健康之窗哦，这个现场两位看看你指甲，他指甲上面有纹路嘛？你这个植纹就是你过劳，是不是过劳？过劳有过劳，不会太过劳，直直都过劳，直直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横横纹的话，横横的，就是你肠胃有问题。所以呢，待会节目要看哦，这指甲还能看出什么样的玄机呢？看出你健康哪里有问题，不要错过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两位，那么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八八理财有方，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喽，拜拜。